榴莲盲盒，看看今天这个咋样？今天这个便宜，19.9块一斤，我老公买的。 啥型啊？不是啥呀？这肉呢？啊，打他架的。妈呀，熟透了。 两房，这里有没有啊？三房，就三房啊！你瞅你买这玩意儿，这啥呀？这嘎达这咋还那个没有窟窿呢？你再掰呗。三房，这掰啥这都没有缝啊！万一里边有个小缸呢？这没有了，啥玩意儿就三房肉啊？ 买的啥呀？最不好让你挑来了吧？当然了，当然是最便宜的。嗯，这还有一个四方肉，少一方肉，便宜有啥用啊？四方，还熟透了。四方肉，老铁们，最不好的一个了。 瞅瞅，少一盘，哎，不咋好吃呢。 熟过劲了，这个花多少钱买的一个？19.04块，104，四方肉。好的才120多块钱，还不如买好的呢。